杨超越成最热整容模板。360度无死角，韩国网友，漂亮的洋娃娃。杨超越真的是一位凭自己的高颜值为自己创造了一条十分风调雨顺的康庄大道。不仅凭借着颜值和一身总是在划水的实力出道了，在出道之后，他的高人气更是只增不减，以至于后来，我们美丽的杨超越小姐姐还火到了韩国。杨超越的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高颜值，不仅仅是让这个小姑娘大火特火，还有不少网友拿着杨超越的样子去整容医院，表示自己想整容成这个样子。杨超越成最热整容模板，360度无死角，韩国网友评价杨超越的颜值，漂亮的洋娃娃。像是人偶一样的，看来大家的审美都是一样的。杨超越的实力虽然在101名之外，但她的颜值却是在101之上的。还有整容医生特地去评价了一下杨超越的高颜值，美容医生表示，杨超越的脸蛋是很漂亮的，而且并不网红脸。能被整容医生都认可，看来这位小姐姐是真的十分漂亮的。没有后天然的任何加工，能漂亮成这个样子的杨超越，这颜值是跟年轻时的张柏芝是有的一拼的。简单的白色 T 恤更是比宋祖儿还要美上几分。有网友表示，很期待杨超越以后能接拍小颜，要是能拍摄小颜的话，人气肯定还会再疯涨一波的。杨超越的脸并不小，五官也并不惊艳，但组合在一起就是莫名的好看。即使是为修图，杨超越的颜值更是可以碾压娱乐圈的一众当红小花旦的素颜，像如赵丽颖、杨幂等等。你有没有被杨超越的颜值所惊艳到呢？